大家好啊，又是视艺全接触时间啦。今日有我莫老师同大家分享母亲节嘅单元嘅活动。咁今年咧，我哋嘅母亲节就喺5月14日嘅。咁一年班咧，我哋就有母亲节卡；二年班就有爱意不同；三年班就有彩色方块纸相架。四年班呢，我们就有母亲的日常，都是一个拼贴和绘画的作品来的。而五年班我们也有一个叫做他的一个素描和版画的作品制作。最后我们六年班就有一个纪念蛋糕的卡了。那不如呢，我们未开始这个我们的活动之前呢，我们看一看上年的学生制作作品的时候的一些评价吗？Mommy, I made for you. I love you. Do you love me too? Mom, I love you. I made this for you. Hope you like it. And a happy Mother's Day for you. Happy Mother's Day!